Hi, 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Good evening, everyone. 欢迎来到夜莺的正太。Welcome to 有聊开车的门市。欢迎大家收听《都市交界》。哎，今回は episode 9。我们码表准备好了，那时间准备三、二、一，start。クリスマス会か。那 什么？米哈利？难道你有约吗？别动！米哈利，你什么时候？屁啦，妹妹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如果哪天听到我妹说要去约会，我定……心情有点复杂。同样身为欧尼酱，听到妹妹要去约会这件事情，有点从我弟带女友回来倒是不怎么样，就是这倒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就是了啊。说起来，我弟好像也不止带过女人回来，还带过男人回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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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哒啦啦啦哒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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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啦啦哒啦哒哒哒啦啦啦啦，朝日強いな。見張りだ。わかるー。もみじとデート？ああ、そっか。はい、うえ。はい、うえ、しおくんのデート。誰？来るぞ、誰？ああ、そっかー。お姉ちゃんか。はあ、よかったー。なあ。ねえ、シスコンだ。かわいいもん。あ？そっち？哇，咱的日本圣诞节就是要吃肯德基。
啊，stop 啊！哦，偷窥狂啊！だろうね。啊？네. 오, 이장. すっげえ、センスいいなー、かわいい。いいじゃん。ああ。あ、他还带劲帮我们拍了，哦，那你给我，可以搞，较性感，哎。但我想怎么讲呢？这一次圣诞节过了之后，脑子全部都是那个 Licky 他们圣诞曲。来到未来へときらめく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。没错啊。お兄ちゃん。まひろかわいいね。おかしいぞ。那我你讲快睡着了。啊！哦，你讲一起拍一张嘛！你妹都主动跟你想要拍照了。然后这个氛围就有点那个什么少女中那么旅行的那种感觉了。他开 BGM，然后就一直去到处逛那种感觉。哇！
去嘞。哇！ただいま。な、そっち？お兄ちゃん竟然会担心我吗？クリスマスプレゼントかな？マウラだー！最高！我的天啊，有这种妹妹，有这种妹妹，你还是不用当哥哥了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可是，好羨ましいな。よかったね。やれやれだぜ。何が？え？凯蒂酱真的是这部的怎么讲，卖肉担当啊！あけおめことよろ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姉ちゃん。えへへへ。500円。いや、今中学生だよ。之后你就不会这样想了，你讲。肯定，因为这集跟上集的作画差很多，你知道吧？这些作画草超级多的。ねえ、翔平、わかる。よしよし、お兄ちゃんのよしよし、何？機械？何に機械？何か？又要变装去凯在那里了吗？还没有，原来是青年参拜吗？
모다.어,미끄지.어머에미코시앉아호모노미코시앉아오好华丽呀！天啊，哪里？いやー、でも、でも、中二病って。絶対似合うよー。如果是马吉刀的话，那个铃铛就掉下来，啪咔！正常的人，那 你看。啥都没讲，哎，我大吉到，ついてるね。明けおめ。伸びしろ。かっこいいな。ちびっこ。ああ、あおお、すごいじゃん。トトイ正解 哇，前面圣诞节经费用太多了。아우치쿠르응제제가おー、おせちだー。不愧是料理达人。喜ぶのか。喜ぶ。お姉ちゃん。おお。もみじ。啊，昏睡红茶，哎，不是。酒？
Are you sure？真的？大丈夫？苗栗？今ダメだよ。差点穿帮！米哈里大丈夫？惨了，亲吻狂魔！没有讲，都对司机，我怎么可以放过这种时候？我心离不开这里了。Oh my god！阿里，啊，お姉さま。哎，这个妹控很深啊，好久没有看到妹控这么严重的家伙了。你这个人呢？よかったな。我原本看到上一集第八集的时候，还很担心的说，还想说会不会后面都变成那样子，结果还好这集品质有回来，感觉应该是临时有什么东西耽误到宫崎之类的，所以才变成那样子。你就觉得上集怎么讲呢？就整个画面就很怎么讲啊？你就说画风变得很不一样吗？或者是说，监督有换吗？不知道，感觉就很的感觉，而且还就怎么讲，一个信就是怎么样，尽量在拖时间那种感觉，对，跟这集的 tempo 完全不一样啊。给他做一个动作，然后突然间停一下，然后再继续的感觉。当然，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来攻击快来不及了，所以尽量能多省几秒就省几秒，要不然就还要再用新画面去补那些空格秒数之类的。我还好，看到这集我就放心了。极目男熊害怕的昆虫是哪一种？OK，好了，那么今回の取引所会を含めましてよかったらチャンネル登録、動画がついた方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わあ、好久没有看妹控动画了。好久吗？不对，胸控妹控好久没有看了。不过胸控上次是看谁啊？可是你怎么讲？魔猎那个能算是胸，那个能算是胸控啦。对，他确实能算是胸控，可是并不是胸控为主轴。如果你真的要拿胸控为主轴的，
我俺妹那个，俺妹能算声控吧？应该能算声控吧。不过那个，想想妹控作品好像多点。声控的话，还有那个 L 漫画先生嘛，然后像什么，前面这一再以前一点的话，还有什么？什么腹黑妹妹控胸技嘛？还有。其中一个是妹妹，那个不能算是妹，那个能算胸控。那个应该也能算胸控动画。胸控的话，还有一个原之空，原之空能算，原之空能算是胸控吗？胸控妹控动画哦，应该能算吧？虽然说那只是其中一条路线而已。好啦，那么我们就等你到这里喽，下一次的。Episode 10，第10回，再见了，拜拜，ending。